在这个五月份特别温馨的季节，新北市议员陈明义日前协同了服务团队，来到了传统市场，还有林口竹林三官市，发送康乃馨给每位妈妈们，并祝福大家佳节快乐。为了感念所有母亲的辛劳，在温馨五月，市议员陈明义与夫人及服务团队也特别准备上千朵的康乃馨，在新舞台的传统市场及林口竹林山观音寺前发放给所有伟大的妈妈。这些摊商的老板娘平常都非常辛苦，那我们在母亲节的前夕啊，特别来祝福他们母亲节快乐。我们准备了非常漂亮的康乃馨，那每一位摊商的老板娘、买菜的阿嬷、大姐们哈。看到了花，心情都非常好，都很开心啊！我也很开心。送人鲜花哈，手留余香，所以我就很开心。谢谢，我就很开心。然后送大家花，让大家心情都很好。所以祝福电视机所有的前的观众朋友，还有我们的乡亲们，大家母亲节快乐。采访当天，在五股泉州的传统市场，议员将每束康乃馨每一份祝福一一的送给市场的摊商及采买的民众。收到议员所送的花朵，大家都很开心，也争相与议员合影留念。议员也趁此机会祝福所有的母亲佳节快乐。永嘉的记者五股采访报道。